新的委托，新的委托绿箭。哇，老的委托我们还没完事呢。蹑手蹑脚，不许跳，四星难度。来，好，好吧。这肯定跳不了。这个超难吧？不能跳，三星。三星难度，下面有两星的，我们要不要一星两星的先玩？哎，别，先来个这个难的。还有个下面还有一个使用这个。乘坐火焰酷霸王。这个是那个那小飞船。还记得吗？上次那个汪汪狗不能被吊臂抓的那个小飞船，乘着那个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先蹑手蹑脚不许跳吧。看看来，这肯定不能跳。它上面有提示的。这肯定跳不了。它上面有提示，我们忘了先看看了。嗯，离开地面后不着地的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也就是说不能跳呗。在离开地面后不着地的状态下通过终点，就是你要离开地面就不能落地。所以。不能跳，不能离开地面。那不离开地面，这个家伙要等他下去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冲过去？下去冲，然后这有个齿轮，哇，大齿轮！这个大齿轮要等他在中间的时候，我赶紧冲过去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要，走，然后要冲过去。哎呀，我现在是小的状态是吧？对呀、有没有大人魔呀？什么地方？没有，就算有大人魔，你也不能跳起来顶啊。对呀，这这么快吗？啥呀？这么快吗？我大意了，我大意了。好，我们还有三条命，哇！反正是无限。一开始死了还好一点啊，到后面死了就比较可惜了。好，冲过来，停！好，冲过去，停！然后这也要冲是吧？冲！停！要在中间停一下。对。对呀，哎呀，完了，我迷糊了，还有两条命，来吧。还有无限条命。还有无限条命，好，冲过去。停！可以。然后他上去，我上。我停。然后他过去。走。这边有什么？这边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可以来吃这些金币是吧？我只要不跳就行。你需要用那个抓住你。我需要吗？我往前走吗？不是应该？对。我应该往前走。对，你应该往前。应该往前走。对，那个抓住我，我就离地了，我就输了，我不能被他抓住。是不是啊？过来了好过来了。哎呀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？这边有什么？在下面好像有什么机关。这不离地了吗？那我怎么才能不离地啊？对呀、这个地方不明白。这个地方怎么不离地？对呀、他们会下来啊？用这些炮垫着。那他们怎么才会下来呢？我要走到跟前他们才下来是吧？哎呦好吧，好多金币啊！哇，好帅啊！这个先求个死的，先求个死，这好帅啊！让那些炮下来。嗯。哇，但是他们怎么才能下来呢？好吧，蹑手蹑脚不离地，我来了，我这次有经验啦！人家叫不许跳。不许跳。好，我这次有经验了，快下去，小鬼。走。大齿轮上，然后走，快不快？快不快？快不快？快。快不快？哇，我千万不要摁到这边跳着。不光不能按照跳，还不能往下落。对，哇，这太难了，这个。好，快跟着这个火焰走，跟着火焰走。这叫糖葫芦棒。好，这叫糖葫芦棒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要等他过来。那我不跳怎么躲过他们呢？哎，你不看他们，他们就过来了。但是他们会不会发射炮弹打我？哎呦，这。等一下啊，还得炮落下来，还得他们不落下来，然后我冲过去，才行。怎么可能？好难呐、再来啊！现在我们有点经验了，只要到了中间期，我就有信心了。啊冲！好啊冲！啊停！好啊冲！好停好停！好来了！啊我冲！这金币你就别捡了吧。捡！这都是我们建造的基础啊，要多捡啊！冲！好，跟着他啊，跟着他，糖葫芦棒，跟着他小心翼翼的过，跟着这个糖葫芦棒，过，就到这儿了。哇，这地方太难了，没法过。好，我先等啊，我先在这跟前，然后背过头来，炮掉下来之后我就冲，好，过来了。然后这儿呢，这儿我又要落地了。哎呦。我要走到这个炮上去，然后让他把我背过去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不往哪儿走啊？我再往前走一点，我不就可以踩到他头上了吗？
间旗在哪儿？然后、你需要踩着这儿，然后等他停。你把他扳手给砸了。啊，那这关太虐了。哎呀，这关太虐了。这关。这个。哎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。那个大鼹鼠是会扔扳手的。对呀、我不知道啊。我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他扔了个扳手给我敲死了。吓死我。我还在那研究怎么回事，他扔了个扳手，你说气不气人吧。走，哦，这次速度挺快，走，咣，撞到管子上了，好疼。然后我要走到这跟前来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假装没看见他们，假装没看见他们，然后炮掉下来我就冲，是吧？我掉下来了，我冲了，然后这个家伙让他过来，那个鼹鼠，你们别过来，鼹鼠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，哎，好，走吧，鼹鼠，哎，鼹鼠怎么不往前走了？哎，鼹鼠刚才怎么不往前走了？不知道。一开始不是挺顺利吗？啊，